在这个比较复，这个就比较适合连接法了哈。啊，一样可以删去的，我们先删去。啊，所以你可以看，这是长成这样子。这里，好，连接起来。这里有了，所以你看，这里是连接起来，所以这里你就要去想一下，它会长成怎样子啊？你看看，它形状没有一样，可是这里的形状跟这里形状是一样的哦，这里形状跟这里形状是一样，有没有？这里一个这样子，这里一个长度，所以它。这里是斜，有没有对应下来？又有一条斜线，这对应过来，这高度，所以它是这样子倾斜的啦。这个面有没有？这两个面也一样啊，所以这个面也是倾斜的啊。所以它基本上就是长成这样子。